让动物和 F1 赛车手来一场较量，最后获胜的会是谁？猎豹时速最高可达120千米每小时，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。起步时猎豹明显稍快一步，甚至在奔跑中一度领先。但遗憾的是，猎豹高时速只能维持短短一段时间，在即将到达终点时，赛车一举超过了它，并获得了胜利。由此，补充速度可达100米每秒。公平起见，让由此站在制高点，并在赛车尾部绑上一块肉。很快由隼追了上去，并成功获取了赛车上的肉。方程式赛车平均时速200到230千米每小时，最高时速可达320千米每小时，但很明显由隼的速度足以秒杀任何一辆 F1 赛车。